引导，那表示并没有出现不该引导设施。谢谢嘉欣引导员的查。几乎完全被推翻，管理一会儿的人都引导没。有点卡了，那我换一个 WiFi。国奥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在海南举行，年会设六。虽然中午还有这么多人，但是谢谢蟹黄小笼包的奶茶，谢谢 VUSDN 的奶茶，谢谢清风火的奶茶，谢谢西丽的奶茶，谢谢唐子的奶茶。对啊，今天跟山子哥一起值日。这灯开不开也没有去。但是我没来得及吃饭，我值班日再回去吃饭。你吃饭吗？没有。那边还有剩菜。不想吃，我看连昨天没发的，我觉得看上去不好吃。谢谢桃花，还是有点热的。吃的奶茶，谢谢苏糖的奶茶，谢谢叫我嘟嘟就好了的奶茶。我们今天要切鸡肉，谢谢安石天行者的奶茶。然后现在可能正在急冻之类的。看来我们这个时间段就还比较闲。我今天已经把我的手给刮破了，刚刚在楼上耽误了半天，找创可贴没找到。就是洗完澡打扫卫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然后把手给弄破了。几点结束？3:30结束。搜了舞台，就是找了一个还有一个门口，但是我就是特别没有啊。这个点志愿者不是很闲吗？因为这个点不是要切菜吗？就是我不知道当男人应该在台上干什么。明白吗？就是当我不跳舞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今天眉毛画好奇怪。谢谢文文吃小孩的奶茶。不是，他只是说了怎么当而已，他没有说应该干啥。中午好。Hello。昨天这个点他们俩很闲吗？那这个点我们俩不是很闲，因为我们是有任务的。我应该拿个充电宝。我张怀瑾一个。你也不能搁台上光摆 pose 吧，啥也干不了。但是我另外一个舞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我昨天想好了，应该是就是一个舞动作少一点，一个舞就是从头跳到尾。如果从头跳到尾的话，不用那么费心，就八动作就好了，就其实拍起来还挺快的。谢谢大家，这次贴上张的奶茶。虽然就是纯跳舞的话有点累，但是你不用去思考要干啥，就是你照着扒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要想一些其他的，就是想一些创意什么的，就很难。今天要切肉，要切鸡肉。啥子高嘛？中午好，你们都吃饭了吗？没有了，这个月是每个人就轮到两轮，别再第三轮，第三轮的话就说明下个月还要再封一个月了。你们没发现我不扎马吗？因为头的形状特别不适合扎马。大白谁不知道呢？你看新闻。值日有通告费吗？应该是没有的吧，他都叫志愿者了。现在没事，我们能不能出去？哪有志愿者不收钱的呀？我们去晒太阳吧，要不？能不能出去？哎，社长不在啊，那可能我们得跟他说一声。今天外面还太阳还挺大的。
一塌糊涂。张硕伦核酸，我们今天都没做抗原。告诉你们，女生应该怎么加老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过敏了吗？没做可以睡觉。说实话，我现在每天真的起很早，就算不做抗原，我也不会睡。一般早上六七点就起来了。谢谢樱花花瓣的皇冠。熬出一位正确答案是什么？谢谢皇冠。这个月大家就别送我礼物了，我这个月离我的 KPI 差太多了，然后我也不想往上赶了，因为感觉就剩十天了，往上赶很费劲儿。大家攒攒，如果想送的话，咱们下个月再送好吗？我今天的眉毛画的像蜡笔小新。离我的 KPI 差太远了，然后我也不想，高估了，可能这个月也不会直播很多，我不想往上赶。今天我妈妈过生日，然后早上给她发了一个大红包。然后这两天我妈妈被接去我哥家住了，就是他们还顺道把弟弟给带走了，弟弟现在每天在我哥家采衣娱亲，被我的小侄女抱来抱去，有一些无聊。炎炎掉毛太严重了，只能在家待着。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那等你回去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家一定会惨不忍睹。我说张妍妍可是一只很会报复人的小猫咪，她不高兴了，她就要去卫生间地漏那里去上厕所。下个月才能看，你们在哪儿听说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我感觉我脸上有猫了。下个月能不能看我都不知道。天哪，他这个美颜能不能不要在我脸上跳来跳去？你们才是真瓜子！你们笑笑好灵通啊！我不知道哎。我真不知道。不过弟弟适应能力真的很快。小侄女喜欢弟弟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她有一只很大的那个兔子玩具，然后她现在管那个兔子叫弟弟。但是，可爱边牧看到了，可能也有看到了他好帅点点好处，但是我有点怕那种大型犬，他可喜欢我了。他那天就是我去舞蹈房嘛，然后他就跟着我溜来溜去，还差点跟着我进电梯，不要他主打呀。安排的时间。但是我有点怕他，因为他太大，我就是很怕大型犬。然后他跟着我，我就左右摇摆躲他。想想还有一点对不起人家，人家那么喜欢吃了那个炒饭，然后很帅，皮毛就是很顺滑，很有光泽。开个灯还是亮一些。他不追我，人家可有礼貌了呢，对吧？你们听过一个笑话吗？就是说边牧不是一种特别特别聪明的狗狗吗？然后就是说，但是边牧不能当警犬。就为什么不能当警犬？因为就是别的狗可能警官跟他说上，然后别的狗就冲上去了。边牧当警犬，然后警官跟他说上，边牧说你咋不去？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笑话对他的聪明程度有了一定的认知。我想去选一个穿了古典的衣服，如果有一个 unit， 你们等我一下，我去问一下我的生活姐姐，我看他能不能开一下那个仓库。
今天用的是一个便宜眼影，但是在眼睛上还挺闪的。昨天去撸了一下碎碎。嗯？土豆？不是切鸡。啊！又是土豆。关直播呢？小红书撕呀！还要用小红书搜一下土豆饼怎么做。叔叔好，我们要先切土豆嘛。不，土豆不要切，土豆泥的，蒸好了。啊，已经蒸好了。你们会做啊？不会。啊？嗯，我有一点了解，但是没有操作过。我也没做。那天刘贤做的，刘贤会做。那刘贤。哇，好多好多土豆。可以打。机器打出来。哦，用机器打，用那个料理机还是什么搅拌机之类的吗？冷却一下。啊？那我们要先出去吗？我们在这里很碍事。一会儿再炸，现在不是这儿炸。相当于我们已经摸了半个小时的鱼了。我们12:30开始，现在已经是用。哇哦！可以长成这么多。我现在到这儿。其实我刚看见芝芝，我很想问他有没有空帮我剪一下。你看他上去了，你可以让他给你剪。百仙女说芝芝剪头发剪得很好。我知道。等一下做头的时候再剪。但是我的头发现在很丑，因为长出来很多黑头发。昨天洗了个头，真的好烦。长出来很多黑头发，然后也没有染发膏，染不了。又不能出去。他都在头顶长出来的黑头发，就是那个叫什么布丁头，已经掉色掉完了，已经掉色掉没有了。啊，他特别强调，当然是了。大家聊到你们这里，全部公司就是很累，吹头发也很累。我都在想要不要染深了，因为现在不是京东好像是可以送进来的嘛。我在京东上买了卸妆油，然后京东上面有卖染发膏，但是自己染的话如果漂浅又很容易翻车，我想说要不要干脆染深算了。但是我又有点纠结，因为再染深我这个头发就没有办法再漂了。我下面的这些头发发质已经很差很差了，你们看我的头发就是分层，特别明显。看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短，是因为它断掉了。就我最长的有这么长，但是它断了就只有这么短。我头发是真的，哎，你看一边就是这么短，两边。不是先养一养，你就要等待它那个黑头发长出来那个过程。说实话，尴尬期很丑很丑很丑。但是我想了想，我那个我的染发膏，就算我现在下单了，就算我现在下单了，我 solo 公演之前也到不了。我 solo 公演应该是4月30号。就是立马抓不下。
不是渐变色，我是头顶是黑的，很奇怪，你知道吧？就如果它真的是渐变色就好了。可它不是渐变色，它是一个丑丑的那种。山公园怎么可能戴帽子？以物换物，以物换物，那别人也没有染发高呀。但我刘海还是挺好的，这个便宜也能善。好看。我俩在老公那边。那不是就是很便宜的橘朵而已，不是谁日常生活里面会囤染发膏呢？没有人会囤这种东西的。没带个支架吗？懒得带。这有支架，那儿也行。那这个呢？哦，sorry。要不是外面还晾着土豆和洋葱呢。外面还个笼子呢，我还要养鸡。养鸡倒也不必，养鸡倒也不必。我搞不懂了。我要碰到高手了。上面是油的，那上面是油的。上面显得跟个孤岛似的，我们哪知道？不行，这东西调不了，只能这个碗筷被别人拿掉。真的是，我宝宝特别松。可以调吗？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调的。等一下，我调一下去。这已经是最低了。我就是这么低。然后跟你们说，再放下去，我的化妆品就不够了。我真没化妆品。好多白菜，哪有白菜？哦。原来是后面的一组绿豆白菜，外面还有好多土豆和洋葱，但是我不吃洋葱。我今天那个我的气垫已经挑不出底儿，就是完全没有，眼睛没进东西了。但是素颜没感觉多，因为特别黑。芝芝有没有空帮我剪你啥时候有空都行。谢谢巧克力。行，那晚上洗过了啊，可以洗。那烫过了，洗过了，先吃点饭吧，先吃没呗。别洗吃点饭。哎呀，马去。感觉好像是有点过敏，应该要吃过敏药。这两天鼻炎也犯了。对呀，我实在受不了，真的太长了。14天归零了，为什么？因为有小羊人了吗？说实话，我们在这里都已经不 care 这个园区有没有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就算没有阳性，解封的时候也不会让我们随便出去。因为中心大家都住在一起，如果有人随便出去然后被传染的话，其他人太危险了。然后所以就都一样。有点后悔没跟他们一起团自嗨锅。
但是后悔吧，真的好吃。不是团自嗨锅那一天，我睡了一整天。哦，对了，我完全把消息给睡过了。不是牛郎，是橘朵。你可以找他们买呀。我没找他们买，我直接吃他们。这个。因为那天肥子和山子哥都给我吃了，然后对啊，你可以直接拿我的，对啊，然后我很少吃。我就觉得他不应该叫自嗨锅，他应该直接叫自己火锅粉丝，你不觉得吗？对啊，他丢火锅的脸，他不配称之为火锅。就是，这里面菜特别特别少，只有粉儿，对不对？但是你可以自己搞点菜算了。但是你看海底捞的那个火锅就真的有很多菜。是吗？我没吃过海底捞的那个火锅，里面就有很多菜。但我觉得自嗨锅的味道比较好。我们买的那个肥汁米线，就是它好吃是好吃，但是我那天煮了一包给我辣的，我上午还是中午吃的我不记得了，我一直到晚上胃都不舒服，就很辣很辣很辣。啊，为什么？可是我那天吃不辣，它不是那种又酸又辣的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一点那个魔鬼椒那个粉我都没放，一点都没放。我那天吃还好，可能是我太久没吃辣了，我现在胃也不是很能吃辣。谢谢汪汪先背的气球小熊。海底捞哪个口味好吃？说实话，我觉得这些方便火锅之类的，你如果不想翻车的话，就买香辣的和番茄的。我觉得这两个味道是不会翻车的，因为 Kona 说那个自嗨锅的潮汕牛肉味特别难吃。我们来做那个是吗？粉条纲目。你有毒，你有毒。谢谢陆风小菜的奶茶。如果华图男士中央都被抑制。谢谢国家一级保护范围的20杯奶茶。真的无聊。一盒记得话，我也没喜好呀，怎么感觉嘴角好像有点溃烂的样子。上海最近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已经在生活中心待了一个月了。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什么情况，就是我们中心所有人就好像那个桃花源记里面那个村民一样啊，就是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外面什么潮什么带。我觉得你纯纯就是洗了头，这发型都没做好，就是很乱。如果做完发型以后，就会头很空，而且颅顶很高。我头发做完发型能够保留很久。已经在种菜了，外面种葱了，我们外面已经开始种葱了。谢谢我的昵称，果然有问题的。你说的我看了一眼，哪里有葱？就是那个我们做番茄鸡蛋面那一天，然后社长本来说出去给我们揪点葱花来着，结果那天下雨了，没揪成。我也不知道种在哪。哎，社长呢？让他把门开开。你想出去晒太阳呗？我觉得就晒个五分钟。今天外面好像有27度呢。右脸是打阴影的。忘了打没打不记得，但说实话两边脸不对称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已经画不错了，我们应该下了，虽然我们不能冲的。你说那种画在家里这个憋呀，快憋死。用点野菜，什么用野菜？你们能看得出来我在跳什么？这是我做的公园要表演的歌。那你们说是啥？你隔着一个加了滤镜的直播能看出来别人粉底有点厚，那你也是挺厉害。你这个眼神不应该在这里看直播，你应该去参加国家保健呀。你都不用去节目现场。炒菜，什么鬼呀？
开心。我要跟别人撞字了，不过我先演，不过还好。没有人点歌呀、啊。没事，反正哪儿都一样。反正这光线已经比我在楼上直播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今儿没活干吗？我们今天有活干呀，但是不知道哦，因为那个土豆刚蒸好，然后土豆要放凉一点再让我们去把它压成泥。其实如果有奶油之类的话，我想做那个，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西餐厅里面那种叫什么芝士瀑布土豆泥那种？不是做土豆泥，是做土豆饼。做饭只会做简单的，那些大菜肯定不会弄。你让我给你做文思豆腐，那就是要我死。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是我先扒了，是教你们呢，还是你们一起扒？小包说，那我们一起扒吧。我说，那如果我们一起扒的话，培根芝士烤土豆，因为我扒的慢，我们俩一起扒，番茄炒蛋会，肯定就会变成他教我。是卡路里地狱，但是看着好好吃。我就是很想念我们留团了的那个披萨，很想念，因为我其实不吃榴莲，但是它那个榴莲里面有很多芝士和榴莲肉，然后就是我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吃榴莲，我就很好奇他们这么喜欢吃的东西到底有多好吃。因为我上次回家，我上次就过年的时候回家，然后当时我妈妈买了榴莲，但是那次买到的榴莲品质不好，就是味道很一般，然后就导致我吃了一口，我就想不过如此，我就没有再吃了。但是我妈妈说好吃的榴莲是非常好吃的，还有那个芝士鸡肉的也没有，我就是想吃芝士，很想吃芝士。我妈和 H 队共用一个包，但是他不负责教秘密，他就是负责教大哥那种六人吃的，所以就是自己的。成熟的榴莲放冷冻真的好吃。最后还是他发了。就是觉得很难吃，当时也不是难吃，就是不好吃。谢谢咋又的两杯奶茶。对啊，因为都是我自己发言，就是比较慢。听上去很祸害别人的一道菜，我就不想发了。我心想，反正他会发。待会儿干完活儿，想去热一个那天买的，跟他们一起买的蓬蓬袋，就里面都是炒饭。但其实我想吃酱油拌饭。我有酱油，我那天翻到了好多包以前买寿司的时候送的酱油。就是一直都不太合适。好想把头发染均匀，可是这是一种奢望。但是我们又不是那种双人学，只是跳那个舞，因为自己加工一下。然后想一个人跳有点单调，所以我找两个人跟我一起跳。酱油拌饭。我听他们说那个菠萝炒饭不好吃，然后菠萝炒饭不好吃。对他们说蓬蓬袋里面那个菠萝炒饭不好吃，但是。我非常好奇它有多不好吃，我决定待会儿热一下。我早上吃了个菠萝炒饭，挺好吃的。嗯，是吗？而且我觉得，它那个炒饭都好好吃。是吗？那我待会儿热一袋菠萝炒饭试试。你团了那个吗？蹦蹦袋吗？团了，我一袋都没吃。我觉得那个鳗鱼的比较好吃。你知道吗？肥子他们说鳗鱼的腥死了。啊，我就想吃鳗鱼的。那天刘贤说有没有人跟他换鳗鱼？
我看到快乐的跟他换了吗？然后我又开了一袋扬州炒饭，然后我觉得扬州炒饭很难吃，然后我就跟我觉得扬州炒饭还行。然后我就跟刘贤说，我说你还换鳗鱼吗？这袋已经换完了。我说因为你知道我烫了两份蓬蓬袋。好，我现在听到了两个，就是说一个说鳗鱼饭不好吃，一个说菠萝炒饭不好吃。山寺哥觉得这两个都很好吃，那我决定今天在这两份任选其一。任选其一来试一下。因为那个还挺方便的，直接用微波炉加热就可以吃。然后我还那个有空气炸锅呢，就是它里面还有那个鸡翅和烤肠，好像是昨天吃的左左的那个鸡翅，但是我没有吃到鸡翅，我跟寇娜猜拳输了，我只能吃鸡腿。我没有带上你拿杯子，我觉得好渴。你渴了，你去拿呗，我不是特别渴，我就先不拿了。我把这个就架在这儿了，拿上去点了我。可是你们不觉得就是鸡腿和鸡翅中间，就是大部分人会下意识的选择鸡翅吗？因为大家都想吃鸡翅，然后我和 Kona 竞争那个鸡翅，我猜拳猜输了，我就没吃到鸡翅，吃了鸡腿。我觉得炸鸡腿好吃，但是新奥尔良的那种我就喜欢吃鸡翅，不喜欢吃鸡腿，我觉得鸡翅更入味。换一个小的，翅尖和翅根有什么区别？我吃周黑鸭还有绝味鸭脖的时候更喜欢吃翅尖。连筷子一起。我一开始我想拿一家一个碗都烤一次，后来拿了多了我就习惯了。你是这样的，你这个习惯了。疯狂星期四跟上海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关系吧？嗯。你早上来就帮我啃片子北冰。哦，对。哎，这两个算是一套的吗？就是这个有很多芒果。中街大悦城汉巴味德是什么呀？翻译一下，这字母是哪个？是一家餐厅吗？我好像没有吃。烤肉没有吃过，那天就是我们刚开始开团购的时候还想说要不要大家一起团一次肯德基或者团一次麦当劳，然后宝山这边麦当劳不营业，麦当劳肯德基都不营业，不能送。吃也吃不着。在看什么？这是。是在炒的吧？我昨天发话。超级喜欢肯德基，那我跟你正好相反，我小时候虽然也挺爱吃肯德基的，但是我小时候特别特别挑食，就是我小时候会在那个肯德基有那种开心乐园，你知道吗？就是给小孩玩的地方，然后我就在里面
玩滑梯啊什么的，可能要玩个十几二十分钟，然后我妈妈喊我去吃一口上校鸡块，我吃一口然后接着去玩。就小时候很挑食，很不喜欢吃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些全年无休的月酱饭的奶茶。好友 KTV， 好友 KTV， 是好像只有 top 十六才能参加。谢谢小小琴的奶茶。然后那天周周在群里面问有没有参加他的好友 KTV， 我有报名。杯咖啡。色号，我买的那个好像已经停产了，你去搜一下看能不能搜到吧。就是橘朵和那个大英博物馆的联名。我刚想着我要在 iPad 上忘记，是大英博物馆，不记得，反正就是要么是埃及博物馆，要么是大英博物馆，好像是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展的联名。就是一个挺大的眼影盘。我早上已经喝过一杯，第二，这咖啡味道还不错。感觉腰很疼。不得死得动吗？用这个眼影能变成埃及艳后，怎么说呢？是，SK two 的前男友面膜用了之后，也不是谁都能立刻有前男友的，对吧？我也心悸了，而且到三点半了。我昨天，现在我们已经摸了一个小时的鱼了，腰疼。然后我睡到了。有人说五月一号解封，有人说五月十一号解封。然后我喝了两杯咖啡，我想让我自己白天不睡，结果我到下午真的困得不行。而且是刚喝完两杯，你知道，我困得已经麻了，然后我就睡着，一觉睡到五点。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什么咖啡茶什么的，对我都没太多用。你们知道吗？我那天看那个就是倒数日这个 APP， 我有的时候会在里面存一点，就是要记的日子。对啊，就是喝了两杯。然后我发现了一个，一个应该是我前一阵儿新建的，词条，就是写。我看的那天是第二十一，上面写的第二十一天还是第二十三天，我记得。然后那个词条的标题是救命。但是我就是睡不着。我当时想了好长时间，就是我这个词条是建来干嘛的？然后一看日期，哦，是我来隔离的日子。今天不知道是第多少天。这个就是。白天喝嘛，对，不知不觉就这么久了。等出去的时候都对，要干出去的时候都要夏天，把这个刮掉。哇，铁棍山药。用这个吧。我们还刮山药了，我们有事儿干了。有那个这个倒蛮好，有的，没有。这好了，刷身用。谢谢荧光棒。这瓶子是不是得戴个手套？你就直接拿回家。山药上面有那种小毛毛。阿姨不也直接用手吗？要及时洗手吧，那
吃生药，我还挺喜欢吃生药的，山药营养很好。以前家里会做那个山药排骨汤。哦，谢谢克里斯边偷狗版的用爱发电，谢谢谢谢谢谢。哦，我这个支架一直在晃，谢谢发电。还好没有错过特效。一抬头就看到他的衣服好看，我感觉我在裸阳。放好，放这里。好说实话还蛮出乎我意料的，没有想到中午时刻还会这么多。你们都不上班了吗？哎，算了。还没到点儿，现在是午休时间。手上会痒，洗手呗，也只能这样。没有手套。上课摸鱼，你这摸鱼可摸得够彻底。阿姨，你有没有看到我碗呀？没有。一个绿色带把儿的，我昨天下来刚拿出来。绿色带把儿。嗯。那不是的吧？我那个不是。八点半下夜班，把这个饭搞掉。好黏，你这不都搞在这个上面？我昨天没有吃饭，我拿下来想打饭来着，后来上去了。我这边太细了，我不好弄。知道，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有效的防护措施，就只能过敏了，再洗手。我心。其实这种刮山药皮儿这个过程还挺解压的，说实话。家里还经常做山药排骨汤，这两年都不怎么做了，没有一次性蔬菜。我们这物资也不是很充裕，上哪给你搞一次性蔬菜去？我那顶被84消毒液给染红的帽子是彻底没有做，等恢复快递之后重新买一顶好。还好那个是没有停产了，那削掉。如果那个是停产了的，我会哭的。主要我都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粘上去的。
泡饭饭，饭饭还在做呢，还在削呢，上哪儿给你看去？说这个，等一会说这是啥？好，我们今天就是来刮皮儿的，我看出来了。你待会儿还有别的东西要刮，没想到吧？你待会儿还要刮，这个是芦笋吗？这个是山药，不是，我是说这个。啊，这个是香莴笋，香莴笋。要削土豆，可能用不上，刮不了，要削的。那怎么削？要刀削。土豆可能是用不上了。还有刀吗？用这个刀吗？嗯，你可能削不了。那我们去搞土豆。我们去搞土豆。对，这个。是那种大菜刀。主要是这能让我拿这种刀削皮，削完了这笋也没啥剩的能吃的东西。去帮忙搞土豆泥，做土豆饼。说明养了。你养了？对呀，它肥皂型。对，这东西很容易过敏。原来会痒啊。对呀、啊，所以我刚刚跟你说，可能要戴手套之类的。对，好嘞，耶耶耶耶，我也去洗个手，洗手去了。Thank you.
我从根本都不懂啊，我说这是龙养的。嗯，我说。它那个山药皮上有那种东西。王生怀瑾说他没什么感觉，我说一会儿你就有。对，当时好像抹点醋什么的，这如果痒了。啊，还要抹醋啊？算了，就这样吧，应该一会儿就好。对呀、我没有这个常识。你的一个豹子呢？豹子，哦哦哦，啊，就是、这个叫豹子。对，叫豹子。哎，小心！快点！感觉不是痒痒的，是刺刺的。对，在我手上。这是个什么原理啊？他说，有人说要是很痒，就兑点醋，泡一泡，用水兑醋泡一泡就不痒。就是过敏，这个山药汁很容易过敏。这样子。嗯。谢谢匡威的三杯奶茶。有上姐哦，有姐。我们该去搞土豆了。走。阿姨，我们要帮忙。这个土豆要怎么搞、要打成泥吧。沙发躺着看电视，是我们造型姐姐。我们现在有什么活吗？我们那个中间那个像馒头一样的芯子。试试看是不是痒？扎扎的，那种感觉。我要给山药都包好了是吧？山药和对，包好了，包好了，切好了吗？还没切，现在拿水泡着呢。我第一次知道那个山药还会很痒。我是倒是知道他手痒，但是我不知道他会这么痒。我们阿姨在切皮冻。哎呀，杨老师，什么？这里呢？是皮冻的，是那种
凉拌的皮冻很好吃。早上搞了一起，嗯，太卡吗？这已经有米多了，好吃的呀，真的好吃呀，嗯。我没吃过吗？皮冻很好吃的。没吃过，你哎。我今天手上破的那个口皮可能沾到山药汁了，现在又痒了。这是一个吧。厨房信号有点差，你不卡吗？不卡，没人说。咱都落几了呀？啊？几了没有？你几了？嗯。这好吃的呀，阿姨说的。嗯。我现在小姑说，是好吃的呀。好吃的，是我不能吃。你试试看，试试看，吃上酱油什么都好吃的。你吃，现在有点咸的。嗯。那行行，吃过的。啊，没事。啊。哎，谢谢叔叔。不走，不能吃。可以吧？啊？可以直接吃。直接吃啊，你直接吃。嗯。可以嚼劲对吧？这个东西拌着吃很好吃。哎。我都没见过。山上是哪里人啊？湖北。没有这个东西。有的，猪皮啊，猪的肉的皮啊，红烧肉的皮啊。熬冻。买肉你看剁下来切下这个皮啊。嗯。然后再煮，煮烂了。这是皮冻，你们没吃过吗？它胶原蛋白厉害。这个胶原蛋白很浓的。是美容的呀。对，是。请问真的是美容的呀？东北的那种。就是菜市场里面卖熟食的地方会专门卖凉拌这个东西，就这个菜的。嗯，猪皮做的。猪皮的皮冻。粉丝去上班来着，我这一般吧，我喜欢吃肉，就是只要是肉，鱼肉也还行。谢谢巧克力。我爸也喜欢吃肉，我也喜欢吃肉。你动不动吃所以我家每顿没有肉吃不下去。你嚼劲了。没事，没事。还在打皮冻。你不能拿什么，拿那个蒜泥也可以打。蒜泥啊。对的，土豆泥。土豆也打，放这个里面打，不让你打，打死不吃饭。我们要不直接拿擀面杖，擀面杖加。拿什么打？那个拿那个打，工程太大了，我觉得。谢谢巧克力。压也可以。对啊，压也可以。用菜刀也行。嗯，用刀可以。那我。把它打起来，把它捅到锅里去，锅我了。啊。
你叫人家进去跑出来。我感觉我们好像什么都帮不上。现在什么什么准备要成名了？我们来准备的。啊？我们来准备土豆。你们整土豆啊？嗯。怎么整？我们就是一边用擀面杖，一边用菜刀压。有没有还有没有这种勺或者那种可以借我们压？没有，大头大头子。哇哦！这个用洗一洗。来，姑娘，来这里，放这里，房子里面。嗯。来，你一定要拿这个。出来，还有一手我怎么了？你们怎么弄啊？我们拿了一个勺子呀。那这个怎么样？好。现在我们怎么压？就把它咬出来，然后放在这里出出出。啊，明白了。那这里咬吗？对。嗯，怎么咬？怎么弄？嗯。然后。我来做检查。给你们看我扇子哥在干嘛。哦，翻开了，人家不是说线子呢，放下面样子。对。哎呦，这样不是大小面，换一批打一批，再换别的打。对，你换一个圆饼，的确就像我这个就很好打。哎，你去把那个洗一洗。对，你拿个圆整的勺子打。看，聪明如我。喝少了，还是很聪明的，而且这样它好打，一圈一圈的打，好吧？好。嗯，这样就是它会很快。擀面杖用不到是吧？嗯，用不到。超大面积擀。快点来。你们两个人一起打。你打，对。
这我们要忙出来做饼了，打碎，这里没打碎的地方打碎，橡皮绳打好了，打好了我再削。对，这里快没打好，因为快打好。我们做的是他无关的，不要给他们进来，我们出门谁应该来吃了一个，进来来不及。我先碾碎你再打，等一会儿煎的时候我们把门关掉。是、哎，哎呀。那个，哎，你们两个人轮流打吧，你别动，弄馒头打，一会儿打，一会儿弄馒头打，我把面弄馒头打好。我是家，你们两个人就是。做的时候把门关掉。是啊，那娘叫你一块出，一块出。还没做好的时候吃了一半了，是吧？我服了你。锤子是叔叔给的。哎，宝贝，把这个垫在下面，肯定会跑了。那个擦布。不，他移动肯定还是要跑的。不是，垫在下面呀、啊。增加摩擦力嘛，我感觉还是得跑。跑还是要好一点的嘛。试试。好，哎，不行，还是要，因为它那个土豆泥粘在勺子上，会把它带起来。我好了啊，来，我给你们啊，要把米粉啊，有包完。啊？要把米粉啊。他们在前天昨天他们没把面粉。前天他们好像。前天他们用的是那个面包糠，好像。面包糠有你的。面包糠有鸡蛋器你的。感觉需要加面包糠。嗯，要的，要蘸一下面包糠。最后做的时候，酱油炸的时候加面包糠。你们放心的啊，直接拿给老爷吧。对，一排排的打，有次序的一排排的打出去。哦，对，一排排打，打了往怀景这边打，打到下面我再加一层，这样最后是整盆这都是泥，都是土豆泥。我给他土泥不强了吧，你盛不到满嘛。太小了，这太小了是吧？不行，把我以后发什么？发好点啊，再来。以后这边有水，里面有水，有加水。没有加水，不好用。有一点点水。这里全部都倒出来，挖出来了，挖出来。这里用筷子没弄掉，其实加点牛奶之类的会更好吃。加牛奶，嗯，会不会有点奇怪？不会的，会变香的，加黄油之类的都可以。差不多，好，我再舀，好吧、啊？嗯，这一层上去再打。赶紧打，两个人打，一块打，那个。啊，你们是往里面鸡腿吃？哎呀，哎，里面鸡腿吃。拿鸡蛋啊？买了鸡腿。啊。啊，不是，好吃的，一排排的打。我能不能这么打？也可以啊，随便你怎么打，你们两个人轮流打。这样收益面积会大一点。打成这个浆很凝的啊、哦。嗯。
你应该不得了。美食做起来功夫深啊，可不是。哎呦，鸡蛋，我是萝卜丝吗？啊对，这个要做什么？要拌在这个泥里面。哦，土豆里面要拌萝卜，我们还是包在当中的，就是肉还有那个火腿肠啊什么全都拌进去。哦，这样子。其实这个就是，中国版的可乐饼。你吃过可乐饼吗？这料里面没有。那你去买吃肉人居然没有吃过可乐饼，尤其是这个可乐功夫中国的日料都没有可乐饼。中国日料都是寿司的时候。来吧来吧，这里来。哎呀，放这里。我来。我也交换一下。我们俩好像打年糕的。真的很像打年糕。主要是它那个土豆打碎的时候，里面还有一点水嘛，然后它粘在一起，其实打起来很沉。对，它黏黏的，所以就是你一下去，然后它会把你的那个锤子粘住，然后你再想拔起来又要用劲儿。我们别往这里面咬了，待会儿那半盆直接在那里面。但那里面有水，让它先就把水倒了。还好这个土豆还挺容易吃的，就是煮的水煮的比较烂。好了，来，还有一把。哎，我的米粉，你要把这米粉吃完，你就送朋友来这里，吃个米粉队伍。都出汗了，米风啊！对，麻烦你们两个吧，收拾起来。你那里是米风打坏？挺坏的，真吓人。啊？他们前天换个面粉吗？我不知道哎。换过面粉。他们小姑娘换过面粉吗？换的灵魂吧？换的什么粉？面粉，面粉。换的面粉啊。你先把那牛撕掉，再给你拿掉吧。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这个这里全部不要急，去把这。你把腿打。啊。还是叔叔教一口。嗯。我可以把这个，把这边再压碎。我来吧，我来。你切吧，你帮我扶着就行。还有一点点阿姨和叔叔们，这是我们让他们给我像插秧回来，不想回来，现在学会了玩一只，两只都玩是原装插秧，一整缸全都是我们俩打，就是说还挺细腻的，他们说你穿像血小板，已经好多人这么说，真的。啊，你整了。
手已经不痒了。我也是，我已经不痒了。是的。来，全部拿出来。不能再吃。哎。哎，你这个动作，你这个快了，比他打得快了。嗯。比咱们小陈阳们打得快。快。是皮儿，这可不是皮儿是吧？嗯，皮儿上那种黑漆。大叔叔好厉害！啊，你看这连续八个名额十位。八个啥？第一吧。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嘞？我们也不知道。嗯，好像在看招魂哎。姐姐，你们在看招魂吗？果然。看到演员就知道是哪部片子。温子仁的招魂，真刺激，在食堂里面看这种恐怖片。那是恐怖片。对啊，那是恐怖片，那是非常经典的恐怖片。大下午的，太阳这么大，在食堂里面看恐怖片，在食堂看恐怖片，一点氛围都没有。姐姐好情调。确实不恐怖，但没氛围了呀。嗯，就是说他们看恐怖片。谢谢巧克力。现在在家里，他们也在家里，就在家里看，看到吗？让你们来干活了吗？这。社长来监工了。睡觉去吧，你让这人们干。花钱请来的，你不让他干活，完了。我们有钱拿。啊？我们有钱吗？鸡腿刷起来不是钱吗？钱啊！就是我们的酬劳，酬劳。对。班长说，我们在这里开直播，一定有鸡腿拿，这就是我们的酬劳，给我们一个赚鸡腿的机会。哎呀，给我整疑惑了。他说这是我们花钱请来的，我说我们有钱吗？我大号喊，嗯。哦，在往里面加萝卜丝和肉。我大号喊。奶奶有水哎。嗯，给你们看一看，谢谢旺旺旺旺的奶茶。嗯。制作土豆饼。这么大。昨天他们烧的大了。啊。这么大要做90个嘞！哎呦，不行，他肉皮东西就换了。怎么弄？怎么做？不是，还是像上次那个一样的。我勺子。这是不是太大了点儿，叔叔？我去试一下啊。我感觉有这个饼的二分之一大，其实就可以了。这一个人最多只能发一个。
柱子是很大很大一个，太大啊。嗯，好吧，这太厚了，正的这比我手还大，这一个我以为是你们看一看叔叔捏的这个实验品。它比我的拳头还大，有点像包子。他们混在粘在一起。对啊，这个应该混在一起。哎，不要包心子。对啊，包心子很麻烦，我感觉。对啊，包在里面有点不好搞。是不是下面没关掉呀？就把这些全部分开拌在里面。下面怎么没关掉？然后外面加，外面裹一层面包糠就很不错。哎、你们快读书耶！不是，丁师傅。我们把这个全部合在一起，你们到时候做一个饭的油里，做一个饭的油里。放肉皮冻和饭团也可以。啊？放肉皮冻就不行了。什么？肉皮冻一说一个一，饭团不。叔叔阿姨彼此无法沟通。哦，你朝在这个里。它不成形，对，它不成形。那这个如果是才能成形啊？不行，还是那个吧，还。啊，回来了，你回来，哎，拌三分之一，到三分。先拌那个。可可饼不加可。他的，我用的山子哥的 WiFi 好像好很多。要加面粉吗？我得给你们放面。那不是那里的，变成面粉饼了。那就是面粉加少一点，我觉得。但是它要成型的话，可能还是要加一点，我猜的。那肉皮冻把它来，搁那来，我出来。其实实在不行，我就这么拌一拌，当土豆泥蒸熟了吃，应该也挺好吃。嗯。这个做。但肯定还是炸。什么？听不懂。是丁银。然后嘞，再米。可能干一点，还有。可能还好，要把一个米，要把米粉把一个滚滚，然后来等于滚滚，最后把它，要点，对，我们听不懂，哎呀，哪个是这边？其实把十字给放在这里先啊，没放在这里先，就搁这么做好，只是顶好，顶好型，然后来拿着袋滚好之后，把米包嘛，我太牛了。等这一个是吧？手机机，再去弄个米粉出来。完全听不懂。来，你叫我这里，我去那开。那你呢？行啊。成不了型啊。你有上海粉丝吗？翻译一下。成不了型啊，这样的。我放点这个丝可能。拌拌加面粉，还要加个蛋。说现在的土豆泥太软了，要再拿点面粉。哦，啊？土豆泥呢？把土豆泥呢？试试看呢？土豆是哪里试出来的呀？土豆人没水了，是这样子的。土豆人没水了。这应该是你们本来的水太多了。嗯，没倒。哦，
我觉得是这锅水多，这锅还好。这锅对我们打的时候其实还好。对，因为那锅里面本来就是不是，这个里面放掺了东西。哦，放了萝卜丝，放了这个东西。哦，你这里面还没发酵过。刘贤在睡觉。嗯，这个我太稀了，确实看着也挺稀。要加面粉还是要加土豆呢？最简单的事态往往是需要最简单的困难。你该让刘贤来当那个监，那个叫什么导师。说的对。感觉这可以炸丸子，炸饼现在可能有点够呛。其实炸土豆丸子也可以。嗯，我也觉得。对、啊，这是我们打的。哦、我们俩打的一整缸的。大一缸的。这是干啥的？那个是叔叔打的，那个、然后夹了那个。像锤那个什么？这是我们的工具，我们打土豆泥的工具。打个锤子。就这样吹 ，Yep。你的吧。吹成碎的。哇哦。行行，吃土豆。好了，这把电梯的。这土豆，这批土豆吃完了，我们就不买土豆了。啊。以后食堂再也不买土豆了。为啥？啊，吃腻了。吃吐了，我操！还能再吃土豆吗？那我们吃啥？啊，那我们吃什么？吃番茄吧。那搞点番茄炒蛋吧。又来了，番茄炒蛋。番茄很多。番茄炒了也。测试鸡蛋，那个非常那个，非常吃了什么中毒也有的。虽然说好爱番茄炒蛋，说啥我听不懂。还有么子啊？有时候非常吃到人上霉的霉霉霉。啊，好的，有一种美，像有一种劲。这个应该是。关键你身体不好呀，身体好，你看我吃了就没事儿。我靠，这土豆泥。嗯。是。你要干啥？帮你做一个土豆饼啊。这个稍微干一点，那个好稀。那个是馅吗？这个感觉还是可以稍微成型。这两个都不一样。这个加太多东西了。正常是正常是，那个肉糜、洋葱炒一炒，拌一拌，然后定型。面粉，小面包汤，小红书看挺多的，好了呀。这是哥哥用我们俩打的土豆泥做了一个小饼，看就很成功，已经成型了。要粘吗？非常成功。啊？对啊，这个可以成，这个就很成功。莴笋要粘吗？莴笋干啥的？莴笋炒鸡蛋。圆圆。这两锅做出来应该味道不太一样。我也觉得。哎，这个是。做肉丸子了，要不炸丸子吧？我觉得，炸丸子我们不要执着于土豆饼，土豆丸子也不错。可以用山药做丸子，特别好吃。嗯，做土豆就是要辣一点，完全看不出来是饼是吧，阿姨？土豆饼是吧？我觉得这一缸炸丸子挺好的，真的。嗯，就是炸一缸丸子，然后做一缸。肉跟这个放在一起，八点。你在干什么了？嗯，那在干什么了？没当在，没放肉。捏得起来，拿那个捏。那、啊、这个是我们俩打的，是你们两个打的。对，是一手工打的吗？对啊，用这个打的。哦，哼。还有这个，对对对。雷神之锤，因为已经是80。这个40，这个大的。当时40，大锤80。我觉得这个真成不了型。当个厉害，你起来。根本是弄好姿势，这放你头上了。开始了，加密对话。当时那会儿，哦，把叔叔。开始演。没有上海粉丝，帮我翻译一下。敲蛋。好的。发到网上去。你是
摄像头对着他，他打起来特别快。来，摄像头对着丁大叔。这太快了！哇，生活中心打好了。对啊，这太快了。哇！面包刚裹在外面。哎呀，多这拎过来。你看讲本地话的，感觉听不懂。兄弟们，全听不懂，没有上海粉丝，来翻译一下。粉丝在翻译。哇塞！面包糠。可以。还有这手艺。成型了，油油们。好的。可以夹了。上油锅。就这样了。哎，就这。扁一点，那要扁一点了，扁一点好夹一点。扁一点跟油糕似的。就这样。哦，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家里鸡蛋液裹上面包糠炸一炸，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好嘞，两个。好家伙，28万人了。哪里的28万？今天鸡腿赚了不少、啊、那是28000。要真是后面给我多个零就好了。啊！差点吹。今天这个收入不得了。给我加个零吧。要真是28万，我。今天收入可以。我跟隔壁小孩一起吧。买一车的土豆了。买车土豆。来一卡车的土豆。真的。啊、哎，那你抢了、哦、年把年好，我们要年好、嗯、我们哥哥都来帮忙了。那你呢、嗯、陈总我发现哥哥穿的是怪物猎人的 T 恤吗？当年上过舞台的呀，唱过歌的，声音特别好，看不清。是不是要灵魂点？我来一个人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完早稻田，早稻田学霸，然后现在在我们生活中心炸，帮我们炸土豆。上大学就别怎么吃土豆了。嗯，怪猎15周年的 T 恤，大家来几句日语。早稻田大学，你知道他什么专业的吗？四季稻种植与收割，可棒了。走边走呀，一夸就走了。不愧是早稻田，听名字就知道。能不能走？早稻田家族专业。太浪费了，想个办法。人家还有五万组啊，五万组的。啊！你看人家老人坐在手上干干净净的，你再看。哎，那勺子啊，那勺子。干演唱会的 staff 现在在炸。哇！来，下面是我召集人，记上那个发言人，一号机，二号机，齐聚厨房。哇！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办一下？你怎么出来？喂，导游了，教会的。来，导游。哎呀，导游了。哎，教会跟他们俩去了。买那缸茶。反正我们在办这个，机会啊，可以把这个先办上，我有这手法，你看，练的炉火纯青啊，没个30年都练不出来的。18岁就开始，我在这儿做夜排档。您看。副市长呀。被我们收买过来，我们肯定是不错的。肯定多。老板死了，老板死了，这个功夫大酒店没得。专业了，就把老板给做死了。嗯好，两个机位嘛，一个机位在这儿，一个机位在这儿。这个要不要办一下？我们把这个。那我去直击这个油炸现场。机位整起来。看家人们。哎，好香啊！这边已经香喷喷了。要煎很久吧？哦，这应该真的叫煎很久。
看看是刘贤做的好吃，还是我们食堂叔叔阿姨做出来的好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约几个，再我来带一个，你扔在里面，到时候一起三四个一起煮。你确定？你觉得呢？最好吃。我试一下，那你们。阿姨，这个要不要拌一下呀？阿姨，这个要不要也拌了呀？我们把这个拌一下吧。他们好忙哎，没养了，没养了。没养了，咱都吃下来。知道了。来，继续看。阿姨要拌一下，把这个虾收好。不用现在拌这个。我们只能在这看。为什么？丁叔，你一搅就搅熟了，我就不行。天哪，我们剧场哥哥也来帮忙了。Oh my god！ 好可怕。我们剧场哥哥还戴了一个专业手套，好黏啊这个。哦，我知道了，听说是弄完最后定型。嗯，先把它搓成一个球，裹上面包糠以后再把。这时候应该放搓火球。会，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看一下，不错。啊，我觉得我做的挺好。我们帮他们。打石头身上。嗯，等一下，我一会儿。王继续，王继续，王老板。这样熟了。先你给我这熟吧，走，背背，再走。背它。背。那小朋友先试试看。哦。我里面不是熟啊。好为什么你也不觉得烫啊？我用指甲拿，尝一口。我也用我的指甲拿一下啊。哦，没有。哦，好香啊，朋友们。嗯，这套是一套你们三件的。好吃。哎，十六万。嗯。饿了十万。两。好吃好吃。两条。不好吃倒好吃，来。好吃好吃好吃。但我第一口没尝到味儿。下锅，等一下。阿姨，来来去聊去嘞。给我呛热了，主要是。这个香的怎么吃啊？香的炒木耳吗？给我呛热。木耳莴笋炒一下。什么？香呀！我你这就比油哈一样，连着两次吃。来，快点。那你去。笑话了怎么吃你会笑话？嗯，啊，这样子啊，怎么笑话？嗯，这个是这样子，我这个木耳，我把它算是全是土豆了，真的很香。因为身上里头，我晚上不用烧菜了，每人一个土豆饼我好了。不，还得土豆饼，好吧？对的，对的，我刚刚十四口。你看我被我吃到了。啥味的东西都好吃。啊，不将就了是吧？一个是炸过的，一个是蛋糕，越甜的都挺好吃的。嗯，吃完要长胖，碳水爆炸。嗯，这是我刚刚十四口。哦，我们黑经理可以啊，这时候啊，早一点应该出师了，他就不会病了，是吧？脑子就不正常了是吧？对啊，你天天干活忙的不得，阿哥我不会不正常的。像楼上这个抑郁的都是不干活的。湿润，然后外面又脆脆的，就很好吃。哇，这像鸡腿一样，可能是炸鸡翅。而且感觉是不是里面，因为加了皮冻的原因，然后还口感很独特。
看这边一个菜就行了，然后配米饭，你浇点汁儿。面包汤别的。你感觉里面是会拉丝的，是吗？哦，这样子。但是还是很好吃。今天这个还是挺好吃的。我想吃。你做的菜我偏爱吃。啊。校长吧，校长。啊。你说的。哎，手套戴上就比较好，否则它不粘的。我还是喝个水。就很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里面这些土豆熟没熟，但吃起来应该是熟的。土豆本来就熟的。哦，对，我忘记了，土豆是蒸过的。我觉得不能全加番茄酱。因为食堂肯定有跟我一样不喜欢吃番茄酱的。老总人民的经验都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好尴尬。嗯。在地上。我们拔了一根。我刚在镜头面前像个傻子一样。你才发现你的镜头是对着我的。是吗？好尴尬。嗯。没关系，不就吃个土豆饼吗？主要是，就是说，我那一瞬间感觉自己有点蠢。嗯，我们两位哥哥现在已经非常熟练了。真的很不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应该明天了吧。口红都吃没了。
上菜的东西。天花板上都是水。这应该跟潮湿没关系吧？看看外面。我来看看我们正在切菜的阿姨。这个是芦笋，然后这个是我和山子哥刚刚有参与刮皮的山药。我们陶阿姨刀工非常不错哦。陶阿姨马上到食堂来上班吧。速度又快又均匀。是莴笋，鱼鱼买采的山药皮儿，好多洋葱。对，但今天应该，今天我们的晚餐里面应该没有洋葱吧？我也不晓得。后面还在看招呼。是很知名的大恐龙，啥呀？哪个恐龙？招魂。拔丝山羊，想啥呢？那没办法呀，这么多人的晚饭，那肯定是要准备很久。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想想加上我们 staff， 这可是差不多100号人100多号人的晚餐。我们平常在家比如说要做土豆饼的话，可能打2-3个土豆的量就够了，这可是这么一大缸的。现在要干嘛呢？不知道，在发呆。谢谢莫安之的奶茶。切菜看看剩多少电，不剩多少电了，待会儿上楼去拿个钟。要不给我们切吧，谢谢嘉兴。你去里面做那个土豆饼。确实，但我们俩，我不错。阿姨说我不做。谢谢何日能支付的奶茶。你再拿一个刀来蘸。对，那还有那个砧板吗？有的。我去拿个充电宝的水。有砧板呢，砧板来了，在这放着。还有刀呢，还要砧。我们来切吧。我来切这个胡萝卜，是要切成什么？也是切薄片。切薄片。给我吧，我来切。
一千。对，我大加满可以给你。你给张怀仁手机拐了，这么高的螺丝杆，哎哎哎，把手机给弄断了。怎么刚刚手机还摔倒了？手球手用这这一抓，最好在充电就不能直播了。哎，差不多就是。不太行，你们就自己在这待着吧。我倒是想。差不多就这样子，差不多就这样子，没关系，你不用去谈，不晓得。
别吃过了。哎，放在那里吧，放点盐嘛。放点盐，盐。那个到时候山药先炒好啊。山药自己去。多量，多量，你先多量。我先放点盐了啊。怎样盐啊盐？那缺什么盐不了？能吃盐是吧？那一盆呀。现在手指能少了，没事，慢慢就。慢慢少了点。少放一点盐可以吗？啊，可以。少放一点盐，先不下就好了。Thank you.
我们出去晒会儿太阳，晒会儿太阳再回来。你没有口红呀、啊？回去没有，没带口红下来。那我上次涂了。我就不涂，我就这样出去。姐姐他们开始看《东成西就》，就是那个 Why m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东城区就很好看，嗯，看了爆红了。我爱你，我爱你 ，I love you, love you, I love you。刚刚肯定有，肯定有漏掉的礼物没有写。谢谢大家的礼物，虽然我也没看见都是谁送的。天哪，我们哥哥还要去淘米。我只能用一句包含我真诚意，用心赢，用心来赢的什么诗还是歌？哀求你，亲姑娘，一听一听，什么来着？不记得，后面都不记得。听完我这一句，这一句这一句词儿是只有三个，是全部只有三个，一二三哦。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我爱你，我们来，我们来，我们唱一首，我们来，哒哒哒。真的配的蛮经典的，我发现以前很多电影都是就是国语配音真的配的很好。哎，我们两个去教姐姐做做饼，快去教姐姐做饼。教姐姐，教姐姐去。好的。姐姐，我们这是轮番上阵来做饼是吗？这是他们俩在做的。我们俩刚刚弄完了，说让我们来教你们一下。对，他们两个思路教你们。少一点点，太多一丢丢吧，再多一丢丢，然后放到这个鸡蛋里面，就是滚两下，把它全手覆盖上蛋液，然后再丢到面包，把裹上面包糠，全部都裹上。不用面吗？不用面。然后就放在手心，把它摊平一点，然后放那个盘子里面就可以了。对，然后放进去。我们叫醒姐姐来给我们做饼了。对呀、啊。你们两个大姐姐做那个小姐姐了。没事。那个演唱会的 staff 也在做饼。全48每一个岗位。对。就一格子，外面是一格子。现在你工作结束了吗？我们还没有，但是。现在没给我们找别的活，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是在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刚刚把这几个都装满了，对，所以我们就等它炸完了再来搞。那你结束说一下，啊，也装满了，结束说一下，哦，你剪头发是吗？我半个小时吧，我到了3:30，那可以再加点面，好，一会儿去剪。好了。
我们别在这儿挨饿了，出去吧。哎呀，面包房还有啊？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机支架都坏的。或者就是一直坐着会难受，我没干过，完全是。他一直问阿姨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阿姨都不接响，就在想不用这帮忙就可以。我们帮忙可能还耽误他们的进度。门没开吧？那外面是谁？他戴着墨镜晒太阳。他应该是刚刚开的，然后又关上了。咖啡买来之后，它一份里面是有两盒，然后我不知道，我以为一份一盒，我还想这咖啡好贵啊，然后我就是拿了一盒就回去了。结果后来肥子跟我说那一份里面有两盒，我就下楼去找，发现都没了。然后小高也少拿了两盒。好悲伤啊，相当于亏了50块钱吧。我不想喝，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样无物资稀缺的情况下，没有人不着急拿。亏了50块。是100一份，然后一份有两盒，但我不知道，我以为一份只有一盒，我就只拿了一盒。我不拿，结果都被别人拿走。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人拿了我的咖啡。这什么西游记吗？这是东成西就，不是西游记。鞋底好像沾了一点那个山药的汁儿，就很黏。昨天开始可以出校了，真好。我感觉我的指甲都要变长了，长长了一截。解封了一堆之前的风控管控区，风控管控区。我想，我觉得我已经可以把我的甲片薅下来了，但是我自己如果薅的话，我觉得我会把我的就本来的指甲弄伤。想想还是算了。
经剪掉很多了。我以前的就是这甲片刚贴的时候比现在还要长，这已经是剪掉很多之后的长度。跳了，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也不知道我的那个什么卸妆油什么时候能上，本来想试一个新牌子，然后怕万一用了过敏，我又没有别的就可以替换的东西，我就还是买了之前的那个牌子，但其实已经有点用腻了，想要换新的，等快递恢复之后再买新的。真的有点想染身，可是染身也得五月初，染发膏到的时候都得到五月初。封起来的时候大家每天都很期待解封的日期，之后等到解封，本来上一次说的解封的日期之后，你发现一切都是一场空，那你就还不如不要抱有心情，不要期待，你就不会失望。别走，话说前两天看到别人发那个以前的粽子雪糕，你们吃过吗？就是那个竹筒雪糕，很好吃，但好像现在都没有卖的了。就是糯米的，然后谢谢匡威的奶茶，就是里面有糯米的那种雪糕，特别好吃。就刚刚看到有人说粽子，然后我忽然想起来。别光照了。咸糯米是什么？没吃过。糯米糍我吃过，但我说的那种不是糯米糍，是一种一根棍儿，小时候经常吃。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它雪糕名字叫什么。就记得里面有那个糯米，很好吃，口感就像吃冰冻的白糯米粽子蘸白糖。想吃呢，可是估计都得上网买了。我前两天就不应该犹豫，我就应该把我的染发膏买了。主要是如果我染深了，我如果再想改浅发色的话就又得漂，但我想了想，我可能有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改浅头发。口红已经掉光了，我的亮晶晶唇蜜都没了。不能，我好多朋友都说要给我寄东西，因为昨天是人儿过生日嘛，
然后我跟他说生日快乐，他说等解封了就给我寄东西。还有我之前很早以前的朋友，很久不联络，然后他问我现在上海能不能收快递，他说等解封了就给我寄那个他家自己做的火锅底料和小酥肉。如果现在要补浅色的话，那就得漂，但是如果现在要染深的话，其实就染下面这部分就可以。下午啥菜？有土豆饼，然后有莴笋，还有山药，但是我不知道山药和莴笋会怎么做，我只知道有这两个菜。我们做饭呀，我们刚刚还去帮忙打了那个土豆泥，然后做了土豆饼，还有萝卜丝、小面。谢谢氨基酸钛氮的奶茶。留着做菜饭就好。我现在已经不想吃炒饭了，所以待会回去就不热炒饭了。就是我刚吃了一个土豆饼吃饱了，因为我最近不是很爱吃东西，然后饭量就变得很小。所以就不想吃了，因为我现在肯定也吃不完一整份了。我们买的那个肥汁米线我煮完了，我都吃不完一整份，他那一整锅一锅煮完了之后我能剩半锅，我觉得好浪费啊。我下一次应该要找人一起吃，不能自己单独煮一包，完全吃不完。昨天晚上打开电脑，发现之前看《无敌破坏王》看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看完了之后呢，看《异形》看睡着了。我发现我就是那种，我平常可能偶尔还有心情看新的电影。就像这种没有事情可干的时候，我完全不想看新电影，我就只想复习以前的旧电影。对，看了一，我发现我挺适合睡前看电影的，我看着看着就困了。说不定等解封之后，你们再看到我就是一个，也不能说瘦子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指环王》我看不进去，就《指环王》和《霍比特人》不是都很经典，都很经典嘛，但是我小时候看《指环王》就看不进去。我跟叉叉团的那个皮肤管理还剩两次没做呢。感觉这一阵子因为熬夜之类的，大家都已经垮了。不是啊，我很喜欢看西方题材的西幻的小说，然后也做就是会玩那种西幻的游戏，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指环王》就是看不进去。现在皮肤管理都可以团，还有那些医美啊什么光子嫩肤啊都可以团，就是买的人很多就可以便宜。
我小时候看《指环王》看不懂，然后就一直没看进去。那段时间就是电影院应该是同时在放《指环王》和《哈利波特》，然后我就老去看《哈利波特》，我就不看《指环王》。我之前还有那个随心飞的时候，有一次去深圳看一个中医，然后看中医那两天因为太无聊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那段时间正好哥斯拉二上映嘛，我就去电影院又买了一张哥斯拉二的门票，然后我看哥斯拉看睡着了，那是我三刷还是几刷的时候我不记得了，反正就看睡着了。而且特别神奇的是，我每一次他一拉剧情我就睡着，他一到打戏的时候我自己就醒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会儿去走了。结果去深圳的时候我不知道，然后那个中医他休息了，然后我也没看上中医，但还好了，反正我也没花钱，对吧？我这个随心飞就花了50块钱的燃油，哎，随心飞真的很不错。为什么我的手机一直？可惜，我觉得以后我没有办法拥有随心飞了。喜欢呀，环太平洋我也很喜欢，但是环太平洋的故事我。也不能说不喜欢吧，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对，我也不喜欢二，我觉得二完全在乱拍，而且我其实特别不能接受萝莉，就是一里面的主角。我不能接受他这个我记得二里面交代的他的死因是因为去参加了那个就是去炸虫洞的那个计划，然后受太多辐射了，是吧？我记得给出的死因是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很扯。还有那个独立日二你们看过吗？独立日二里面也是，独立日一里面的那个男主角，他又说他给他的死因是什么呢？好像是有一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然后出事了就没了。之后二的主角就理所当然的换成了一里面主角的儿子，但他儿子又演得很烂。其实我神奇动物一到二一部都没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那种铁血原著粉丝。虐杀原型的主角也是，虐杀原型的主角就是他在一里面就是那个 A 哥嘛，他在一里面是主角，然后二里面人直接变反派了，我当时也非常不能理解，非常不能理解。三是真的阿克，我还没看，但是我一和二也没看，我觉得三看不看对我没什么差别。其实我就是那种我喜欢一个东西的世界观，然后我会非常喜欢它在本作里面的就是一些设定，但如果他又出什么前传和后续的话，我可能反而就没有什么心情看了。所以我就对神奇动物系列一开始我就没有那么期待，就好像我非常喜欢魔卡少年，但是魔卡少年透明台片我一集都没看。这两天发卡一直在看嘛，然后我听他全剧用的都是以前的那个配乐，还蛮感慨的，但就是不想看。而且我特别讨厌就是在后续里面加原创角色，特别讨厌。
所以我一听说透明牌片里面有一个秋穗之后，我就决定不看这个。我就是不喜欢那种，我知道怎么形容了，就是我不喜欢加新的角色进原作的主角团，就是我觉得我只能接受那个主角团里面那么几个人，你加新的我很抗拒。三点半关。加薪的给人一种运营强推的感觉，这可能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空降的原因吧，我觉得。这个什么时候能不要一减肥然后颧骨就先瘦凸出来？什么作品？什么什么作品？说实话，实在是没有想到下午直播居然会有14000多的这个点击率。这应该是点击率吧，这肯定不是在线人数。全团就我跟好吧，就我们俩在直播。什么时候拍那个东西？如果是晚上拍的话，就还好。这也可以睡一睡。平常这个点儿也已经起床了，我基本上7-8点、6-7点就醒了。我是，就是因为之前要做抗原嘛，然后现在可能老是想着要做抗原这个事情，就每天6-7点就醒，结果这两天都没有做。就是化小一点。但是我现在这样，就是下午或者晚上我就会陷入睡眠。这两天都是他们来找我排练的时候，我人都已经睡着了。然后这个阴影要打中，人都已经睡得不省人事。然后不能分散。然后那天
就是问我说，你这个睡的是今天的觉呢还是明天的觉？我说应该是今天的，我都已经搞不清楚我睡的是什么时候的觉。对呀、啊、春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已经过去我现在发型就而且我那天本来是想六点睡，睡一个小时，睡到七点或者睡两个小时，睡到八点都行。然后他叫我起床的时候我一看已经十点了。时候已经晚了十分钟了，因为我在找创可贴，把自己手给削掉一块皮，被我的拖布。十九号同学的奶茶，很少一点点，你看到了吗？就这么一个小破皮儿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一丢丢血吧，其实没有伤到肉，应该。也不是很想吃晚饭。因为好友 KTV 只有 Top 十六才能参加。然后周周，哎，周周他好像是过一阵子要办，要搞好友 KTV 吧，我不太清楚。不是每天都有宵夜的，宵夜是随机降落。知道我之前买的京东都不应该退的。我那天发现有一单我忘记退的香辣鱼丸送到了，然后我那次买了那么多东西我全都给退了，就只有这一单香辣鱼丸给送到了，给我搞得好后悔。拿到了，只有那一单拿到了，那一天送到的京东快递我们都拿了。十了，那我关了啊！谢谢汪汪先辈的气球小熊，谢谢白垩纪粉丝贴两张的奶茶，拜拜。拜拜。你要走了？嗯哼。我问一下。